2019年冬天，一岁半的唐杰显然已经长大，成了一只帅气十足的公藏羚羊。身披浓密细软的绒毛，体重60公斤，身长1.5米，身高变成了90厘米。细长的羚羊角微微前倾，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成年公藏羚羊角的长度，长到了70厘米。这些身体各个部位的数据，充分显示唐杰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一只高大健壮、战斗力极强的公藏羚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喜欢群居食草的藏羚羊一般都是雌雄分群而居，只有到了每年公历的11月底，它们才会长途跋涉到交配点相会。这是藏羚羊家族的牛郎织女们一年一度短暂的相聚日子。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公藏羚羊常常会异常亢奋和狂躁，据说就连他们的天敌野狼此时也要敬而远之。冬日的暖阳在热毡塘慢慢升起，这一天对唐杰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他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成年礼。第一次可以和所有的公藏羚羊挑战角逐，成长中日益蓄积的体力将在这一刻爆发。在这场争夺和捍卫交配权利的战斗中，唐杰把强壮的裹布锁定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目标。他摆开决斗的姿势，锋利的长角指向了对方，率先冲到对面，发起了挑战，动作迅猛而凌厉。然而，久经战场的裹布并没有把毫无战斗经验的唐杰放在眼里。几个回合以后，唐杰惨然落败。广袤的羌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天空虽宽禽绿岩，大地虽广羚乏窄。大意是，千百年来，藏羚羊始终遵循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严苛的自然法则并不会对狼口下脱险的幸运儿唐杰再次给予特殊的优待。在群居的生活中，战败的公藏羚羊很难觅得一席之地，唐杰只能在草原上徘徊，一次又一次地被比他强大的公藏羚羊驱逐。受挫的唐杰突然意识到，偌大的热毡塘几乎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他显然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只能通过奔跑、嚎叫来发泄愤怒和压抑的情绪。太阳西沉，天色渐渐暗下来，冰冷的荒野中，肆意的风声慢慢淹没了唐杰的声音。白天所有的争斗被夜色慢慢掩埋，情绪恢复了平静的唐杰望着浩渺星空中星星点点的微光汇聚而成的银河，内心又有了勇气和希望。明天他将再一次投入繁衍种族的战斗。朝阳挣脱黑暗，从天边升起。唐杰一边在地表寻找着最喜欢的紫花针茅草，
啃食着苔藓枯黄的茎叶，一边思考总结战术，消化着昨天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不远处，那些悠闲的母藏羚羊成了堂姐勇气和动力的最大源泉。妻妾成群，雄霸草原，这种难以抗拒的诱惑让他再一次坚定了勇气，向果部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果部在热毡塘已经称霸了两年，他身躯伟岸，头上两只向前弯曲的长角，仿佛天生就是用来进攻的利器，几乎没有谁和他发起挑战。可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雄心壮志的唐杰丝毫没有顾及果部昔日的地位和尊严，再一次逼着他走上了争夺霸主的擂台。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野牦牛远远地注视着这场争斗，几只漂亮的母藏羚羊也站在一旁观战。无论谁赢得这场战斗，他们都将臣服于胜利者。唐杰使出浑身解数，连续发动攻击，不给果部喘息的机会，力量和耐力的拉锯战开始了。年轻健壮的唐杰始终保持旺盛的体力，年长的果部在这场力量的消耗战中终于体力不支，渐渐失去了还击的力量，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唐杰抓住胜利的气势，乘胜追击。在这场繁衍种族权力的争夺战中，最终果部失去了一只羚角。为了保留他最后的尊严，唐杰停止了追击。黯然逃走的果部，从此只能躲在远离唐杰的角落，抚慰伤痕累累的身体。成为新霸主的唐杰气宇轩昂，他一边雀跃地炫耀自己的胜利，一边大声嘶吼，向周边的公藏羚羊发起挑衅。然而热毡塘的霸主地位其实并不容易捍卫，每一天都会有成年的公藏羚羊前来挑战。
一场场战斗让唐杰日渐成熟，霸主的地位也一次次稳固。对生命和荣耀的渴望，让当年那只狼口脱险的唐杰渐渐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真正的王者。他欢腾地在草原上驰骋，彰显着自己的威严，同时也开始了繁衍下一代的使命。藏羚羊交配的蜜月期一般会持续40多天的时间。按照过去的规律，胜利后的公藏羚羊常常会控制交配地的水源，来和更多的母藏羚羊繁衍后代。只是今年唐杰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入冬的几场大雪让身边的母藏羚羊轻松解决了水源的问题。他不得不选择连续驱赶和追逐的策略，通过阻止母藏羚羊进食来完成交配。这样的交配场景很难被镜头抓拍和记录。羌塘草原上传说，如果有人偶遇藏羚羊交配的情景，来年就会好运连连，心想事成。2020年一月中旬，成群的妻妾们将要和唐杰集体告别，他们又要和其他母藏羚羊一起结成庞大的迁移队伍，前往150公里外的栖息地，开启下一段繁衍新生命的旅程，延续藏羚羊种群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承。产崽和这个交配区也好，地也好，它的这个大小等级，它也有些这个从定量的角度划分。然后呢，这个2000只以上的一个交配区有多少？1000只到2000这个左右有多少？然后呢，这个小于1000的交配区有多少？然后呢，这个加起来啊，这个大大小小、中型、小型、大型加起来。整个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大概有40个交配区、产羔区。北半球晚到的春季，又一次来到青藏高原腹地的羌塘。冬日的极寒在早春的阳光中慢慢褪去。色林错的错愕鸟岛此刻生机勃勃。这里是青藏高原的鸟类南迁时最大的停歇地和繁育地。只在高原生活的黑颈鹤早早从藏南的雅鲁藏布江河谷迁徙来到这里，陆陆续续飞来定居的还有数以万计的斑头雁和棕头鸥。和这些候鸟一样，母藏羚羊的队伍在春日温暖的阳光中又开始了新一年的产崽迁移。唐杰众多的妻子们也在这个跋山涉水的队伍中准备前往热毡塘的河谷待产。我说的日期早上送去我们那不能想的门内地门内地不得那么远的大我说说个让让给的大的人家你是那么过去去做的
他做代表起来给建大军人的庞大计划，他让我答应呢。因为昨天这个搞的是庞大，我吧，这个呢，他来做创办的来，如果是代表的是另外说，做国创们那个们那业务的那，包括，成都包括也看那广告，他南西站啊，全部的包括他来这。家里考试的、考试的，都是都没差些。我说苍板那如如些，大人的那了，你啊我出，农科的那了，你啊这个是得苍板的那了了，你烫的那了，如如那些我算的准账。可算家里家里少了，家里长了，我说如如种苍板那些过去些，干啥干了大，做的说这边，现在了你主要那得可是少少少少个，这里你突然的这，你那些个是里个你突然对我说眼睛那些得大些大。体型丰硕闪油光，四蹄好似踩风轮，爬行羚羊之两侧好似插有风之翼，疾驰飞奔之步履速度之快难比拟，四蹄轻盈不着地，脚踩疾风似飞翔。这是古老的格萨尔史诗中描述藏羚羊奔跑速度的说唱内容。世世代代与藏羚羊和谐共生的藏族人很早就观察到了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跑得最快的一种动物，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以上，即使是怀了孕的母羊遇见危险时短暂快速的奔跑也不会导致它们流产。母藏羚羊大量迁移的季节，唐杰和其他公藏羚羊早已悠闲地分散在保护区海拔更高的草场，他们将孕育小藏羚羊的重任完全交给了母藏羚羊。海拔高度5000米的热毡塘水草丰盈，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此刻一天比一天热闹，上万只藏羚羊集体分娩的天然大产房正在慢慢扩大，场面蔚为壮观。一年一胎的母藏羚羊遵循祖先的产崽规律，终于熬过了200天的妊娠期，将在这片富足的河谷湿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像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母藏羚羊也会经历生产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小藏羚羊还会因为难产而胎死腹中。每只刚生下来的小藏羚羊为了充分适应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学会站立、觅食、走路和快速奔跑等技能，否则等待他们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昨天这个高粱我说苍满的那人庄沙乡的那人庄昨天车上沙乡的那东西对我说苍满，告诉我们呢，没意思。我这个苍板庄是给，好像昨天去干的苍板的人庄，成都小马都成都人口苍板庄，过去去干啥干了的。Thank you.
唐杰的一位妻子，两岁的玉母刚刚顺利分娩完一只健康的藏羚羊宝宝。一群野狼远远闻到了玉母分娩的血腥味，正在伺机接近羊群。恐惧的气氛顷刻产生，生性胆小的母藏羚羊群混乱骚动起来，随着狼群的深入开始四分五裂。小羊羔跟在玉母的身后，不熟练的步伐有些仓促，蹒跚的双腿在恐惧中打乱了奔跑的节奏，慢慢拉开了与玉母的距离。凶残的野狼对羊宝宝们展开了攻击。一匹野狼发现了掉队的玉母宝宝，它正在伺机而动。玉母怒视着野狼，想用最后的坚强，也是最后的勇气，保护好自己的宝宝。野狼发动了攻击，残暴地将玉母的宝宝叼入狼口。天空的云彩依旧，同样是在热毡塘广袤的草原，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却没有他的父亲唐杰那么幸运。他甚至来不及仔细看一看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也来不及享受母亲的疼爱，就已经葬身野狼的空腹。优胜劣汰是自然界永恒的生存主题。如同食肉的野狼和食草的藏羚羊，它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共生。野狼在捕食藏羚羊的过程中，满足种群生存的需要。藏羚羊的种群也被迫在野狼不断的追捕中，训练出更快的奔跑速度，得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四处逃散的母藏羚羊群陆陆续续恢复了平静，继续觅食待产和照顾出生的藏羚羊宝宝。对于种群的更迭和生命的延续，他们始终拥有无限的期待和丰富的热情。玉母还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就算野狼依然还在附近游走，她也无所畏惧。她真的无法接受，20分钟前还在身边欢腾雀跃的小生命，此刻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边。
羊群迁移的脚步又开始启程。玉母在失去孩子的伤痛中黯然离去，她静静地来到小藏羚羊的身边，久久不愿离去。太阳西沉，夕阳的余晖洒在玉母的身上，孤单的身影永远成了热毡塘一道凄凉的风景。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我们深知羌塘这片充满生机和野性的土地，年复一年的日月更迭，关于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还在一直延续。米玛旺堆和学生们夜以继日的关注和研究还在一直深入。热地和野保员用爱心和职责搭建起来的保护屏障还在一直扩展。藏羚羊世代繁衍生息的土地，羌塘精灵们自由行走的天堂，当我们不熟悉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苍凉空旷的荒野，一旦熟悉了，这里就是云端上神奇美丽的家园。在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家园，藏羚羊和无数的野生动物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